正直，你是仁慈的，求你恩待你的仆人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我想保禄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人，他不怕在他的书信里面透露他自己的不完美。他写信给狄茂德的时候，他也描述了他自己，他自己是以前是不是完美的人，他也会施暴，他也是凶杀追杀很多的基督徒，在今天也是一样。他承认他自己的不完美，但是因为是这样的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的死亡，他所带来的恩宠，为了拯救像他不完美的人一样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充满着罪恶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亡，他带来了这样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个人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救赎了我们，收我们为子女，求你仁慈地照顾我们，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，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，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圣保禄宗徒致茂德前书。弟兄们，有一句确实而值得完全接纳的话，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。在罪人中，我实在是罪魁，但是我依然蒙受了怜悯，因为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示他的无限忍耐，为给将来信靠他而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，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上主的仆人请同声赞颂，赞美上主的名。愿上主的名受赞美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愿上主的名受赞美。上主超越列国万邦，
他的光荣凌驾穹苍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谁能与上主我们的天主相比？他从高处俯视诸天和大地，把软弱的人从尘埃里救起，把穷苦的人由粪土中高举。愿上主的名永受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上主，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明灯，是我路途上的光明。阿肋路，阿肋路，阿肋路亚，赞美天主，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，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，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，赞美天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一棵树的好坏，凭着果子就可认出来。人不能从荆棘上采无花果，也不能从刺藤上摘葡萄。善人从心中积存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心中积存的恶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，主啊，而不实行我所吩咐的呢？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而实行的，我要指示你们，他像什么人呢？他像一个人建筑房屋，挖深了地，把基础建在磐石上，洪水泛滥时，急流冲击那房屋，不能使它动摇，因为它建筑得好。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，就像人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，急流一冲击，那房屋立刻就倒塌了，而且毁坏得很惨重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们最近在台湾有好大雨发生，在尤其是在南部，我们看到了有那个好大雨所带来的这个惨重的结果，有一些桥是刚刚大概几年前重建的就被冲走。在上个礼拜，美国也有一个大台风，艾达也是一样的，带了非常非常惨重的后果。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子就被冲走，我们不说，因为他们的房子是建基在沙土上，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那个雨，它所带来的这个
的结果的后果。在今天的福音，耶稣讲了非常非常的多，但是我们看在后面的，他说我们你们聆听了我跟你们所说的话，如果你们把这些话放在你们的生活上，你们好像是一个人，他把他的房屋建在好的基础上，如果没有实行，好像你们把你们的房子建在沙土上。我们想一想，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，这块土地，他们在这块土地在夏天的时候，土地都是干的，连这个河，他们的河也有干了。那他们那边是最有名的河，就是约旦河。但是约旦河从北部下来，到快要到那个死海的时候，水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少。但是到了大概九月的时候，雨季的时候，水就那个洪水就来了。那他们却把这些的沙子就是这样的冲走。那我们可以想象，有人可能是在夏天的，就是非常非常长的那个夏天，雨季不会很长，所以他们就觉得啊，这个这么长的时间，好吧，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在那边就盖我们的那个房子。那到了下雨季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房子就危险了。那我们听今天耶稣讲的，他说如果你们听了我的话，你们实行，好像把你们的房子盖在石头上面。我们想一想，如果人要盖一个房子在石头上面，这个非常的辛苦，要把基础要 打下来，要挖下来，要挖这个基础，这个是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一个工作。但是如果要在沙土上面要挖那个基础是怎么样，这个是容易的很，不用费这么多的时间，要省时间就是这样的，要挖得多深的也没关系，因为都是沙子，是很容易的。但是后来的后果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为了现在夏天的时候，我有了一个地方，我有了房子可以住，但是他们没有想的这么多这么远，将来如果大雨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。那耶稣他就用了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跟随他的，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的，要走耶稣给我们的路，辛苦的路，还不如我们自己选我们自己的方向，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就是非常非常的容易，不需要像我们要盖那个在磐石上的那个房子，我们要这么辛苦的要挖基础，走我们自己的路，做我们自己的事，是容易的多了。但是耶稣就是要求我们，我们的眼神不只是放在现在，不只是有近视，就是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要把我们 的那个眼光要放远的，我们有远景，远景有远见，我们要有远见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等于说这个夏天，我们不只是顾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也看看将来我们是会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生活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们也想一想，我将来的生活是会怎么样？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的生命，不只是为现在的生活，而是为永生而做好准备。那我们怎么准备？耶稣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把他的话，他所教导的放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把他所教导的去执行。就是这样的方法，就这么容易，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生活上，而加实行。
我们的房子就稳固了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。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，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God, war, and soul.
夫